拍手拍手拍！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石雕版哈，将来有24幅就会呈现在我们这个围墙上。这个这些，石雕师傅的这些匠艺啊，能够流传下来。因为现在在台湾还能够流传这样的匠艺越来越少。这个也是最后最精彩的一个。在2017年的时候，在整修房子的时候，在后面后花园。发现了清朝时候的龙柱，从地底下里，我们将它把它整个能够成为一个石雕的文化园区，讲台北陈家的一些故事。特别的设计在里面，他们想了很久，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他们想了大概好几年了，终于觉得应该让他有一个陈家在台湾，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来，整个开拓的一个故事，透过石雕展示在这一片墙上。副董事长就说那是很不错啊，因为现在所有的台湾几乎所有石雕都在大陆，在台湾雕的都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现在是它，我们承德新堂又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古迹，如果能够把这个墙堵全部都在台湾雕，找台湾的师傅来雕的话那会成为一个话题，那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想法。请曾经承接北门重建工程的张全玉先生担任总工程师，跟他合作20-30年的一个老匠师，他有做过杨荫峰的作品，而且他又姓陈。另一位是新北传承石雕匠师施继发师傅。在过程中，我们会经常过来看，让这个案子能够做得很漂亮。那这一次我们有两位大师来帮承德新堂做24幅的石雕。那我是认为这个有时古代的那种亮点了。那这几位匠师都是台湾的佼佼者，但是他们的功夫是不相上下。我没有想到说我还有机会雕一些我想要雕的东西，我很辛苦，但是我很高兴，很快乐的，这里就够了，像要走出来一样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石雕业能够将你们的这些匠师的这个技术能够怎么传承下去。虽然刚刚讲说年轻的好像都不喜欢过来，你看哇，这个艺术真的是蛮好的，而且又能够传承的，虽然辛苦一点，他将来他的作品能够传世一直留下去。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石雕业不要再停歇下去，我们能够把它传承。这可能已经是台湾很难得再碰到在台湾来制作出来这种石雕的这种手法。今天请两位陈进福跟施继发两位大匠师。有手工在台湾自己由他们两个自己来雕刻。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一面墙，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了解台北城的一些故事。我们教室，你们教室里哇，聪明！2年时间终于完工了大家都觉得很高兴。那在这个雕琢的过程当中，陈老师他自己身体违和，所以他可以说是抱病啊。在替我们雕这些作品，我们也非常感激啊！你们是真正拿凿子、拿工具在做所以最后的这个成就啊，功劳还是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可以流传后代的一些的作品，希望我们陈家后代能够记住祖先留下来的精神。